东南高中自2021成立双语实验班，是大东南地区头一间公立学校拓展外语专修的班级，并且伫咧今年年初，甲圣克里斯多福及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一间学校来签署教育合作的协议，并且来展开跨国的学术交流。伫咧29号即天，圣克里斯多福及威尼斯驻台的大使范东杰也来到东南高中来参加双语实验班的成果展。台顶的学生啊，带来精彩的戏剧表演，气氛相当热烈。斗南高中双语实验班伫29号即天办理全英语的成果展，其中作为男主角学生啊沈宏群，因为是阿嬷带大汉的，所以伫演出即天嘛特别邀请阿嬷前来。大概一两个月左右之前就开始在排练了，阿嬷今天来，我真的很高兴。然后也谢谢老师给我机会去接卢卡斯的阿嬷来，哦，看到阿嬷真的是看得很感动，阿嬷在台下很骄傲的转头跟我说：“这关孙啊，卢卡斯就是很希望阿嬷可以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希望。”那我有感觉到，这个老师们都一直跟我说，卢卡斯真的是很棒的小朋友啊，阿嬷他真的很希望阿嬷来。另外，新歌展即天，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主题大赛范东亚嘛到场来参与，并且伫演出上尾段，学生啊嘛和大赛范东亚做会跳着因国家的家庭花舞蹈。I am very excited to join. 他在就是台下观看这个表演的时候，除了说这个表演非常的丰富有趣之外，也是非常的具有教育的意涵。那另外，大使也有提及，就是我们的斗南高中以及在我们的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的Charles E. Miles High School 已经就是正在签署那些 MOU， 然后他们也是即将成为就是相关姐妹校的计划，所以就是很开心，也希望可以再次回到东南高中这边。那另外的话，有关嘉年华会的一些部分，就是我们的嘉年华会是在每年的12月的时候进行举办，那就是会融合这类型的舞蹈，然后就是会为期将近一个月的一个活动。斗南高中为2021年成立双语实验班，是大斗南地区头一间公立学校外语专修班，并且伫今年初和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的 Charles E. Miles Secondary School 签署教育合作协议，并且来展开两国学术交流。今天是我们第二届的双语成果展，那我们以这个 Lucas 的故事呢为一个主轴。那其实我们斗南的孩子真的是有点害羞哈，所以这几年来呢，我们成立了第三年，那也希望孩子呢学以致用，所以我们这个成果展呢，他们也练习了两三个月哈，才有今天的成果。那因为成立双语实验班的关系，我们积极的在拓展我们学生的国际观，所以呢，我们也有跟圣克里斯多福呢缔结姐妹校。那也很感谢大使呢，经常都以行动来支持我们。我想这个对孩子来讲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随着全球化培养第二语言成为趋势，斗南高中双语实验班伫即处成果展，嘛，予人看到学生仔语言能力的进步。记者林佩莹，差不多。